欢迎。无听我今仔早坐咧，不要送我一个，搁一届无？好，
蹦出来。香港哎，这边爱情上天丢，来来来，悠悠那边刚哈超级火人榜那个要去送一张海报，代表我在看，我在做作业。第二是超级火人榜出来，第六吴美玲，今仔日呢非常欢喜，再来跟大家亲自唱歌。新的一年嘛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一切平安，万事如意。你大家讲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安尼到结束想要听歌曲，有吼安尼倒来。比较轻快的歌曲，只有国家陪伴我唱的歌，谢谢。因为疫情嘛，所以只能戴着口罩跟大家唱歌，所以呢，心里呢，蛮希望疫情可以赶快过去，啊呢，等一下拆掉口罩唱歌给大家听了哦。小女人，而且人家都已经大二了。
对，已经大二了。去年18岁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没错。大二，所以已经还没开学。哎，快了快了。对，我只是过慢一点了。就是哇，大学生哎，那现在唱歌的心情跟当年唱歌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觉得之前呢就是唱好玩嘛，现在其实带着蛮多不一样的心情在唱歌，而且之前也在就是跟大家说过，是希望唱歌能给大家带来力量，所以呢现在就希望有这个初衷为大家去唱歌的，继续唱歌，对，给大家力量。尤其在疫情期间，我想相信现场很需要正面的能量，相信现在那么冷嘛，就为大家带点热量，真的是这样，热量热情的歌曲帮大家这个加一点热量。好，所以待会儿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清水灯区来走一走，有，我刚刚看到那个灯超可爱，超可爱的。对，是是是哦，所以欢迎大家待会儿都可以来走一走、逛一逛哦。好，那在新的一年，蕾蕾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或者是新的愿望？其实呢，我觉得一切的愿望都不比不过两个字，就是平安。平安，对，我觉得平安真的是最重要，也是身边很多前辈跟我讲一句话，就是平安才是最大的成功，平安是你想走的成功。这句话我真的是记忆犹新，所以我觉得新的一年嘛，疫情嘛。所以我觉得大家能够平平安安，疫情赶快过去，这是最好的愿望。没错，就像你刚刚说的，你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还得戴着口罩。对，所以希望有一天呢，疫情又解封，我们口罩可以拿下，以真面目见人。那我们可以拿下口罩，然后看到大家现场每一个人都微笑。是。那接下来美丽还要继续带来这个有活力，而且是充满生命能量的歌曲送给大家。对。第三首歌曲呢，除了要唱歌，刚刚有影片我说到。有带来小礼物要送给大家，有想要小礼物的朋友吗？没有，有前面都举手吗？那你看哪边手举最多，尖叫声、掌声最多，就是送来的。有，大家都很热情。有，好，那第三首歌曲呢，带来老歌《踏别刚刚》送给大家。欢迎美玲，欢迎，谢谢。在我跑到自己头发现在数发发。小心哦！来哦！
给咱去把点上品的上场经验，谢谢。来，我拢听啊，刚才拢无尖叫声，啊，无爱听就讲你的尖叫声好无？来，现场尖叫声在哪里？掌声加尖叫在哪里？对嘛，新年就是要这样子，阿妹嘛，新年该愈赚愈多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继续第四首歌曲，再一条，大家拢会晓唱，大家拢会晓做伙唱歌，安尼再大家跟我做伙合唱，好不好？好好，今年一定好快收大家。三分天注定。等一下，我要听到最大声的大合唱哦！Thank you.